环状线点亮房市，秀朗桥站老屋出租投报3.4%。家住新北中和民众拥有成功路屋龄46年公寓3楼，离捷运秀朗桥站约200公尺，若是收租效益不错。不过他想趁着进来房市看好，脱手赚一波。在地房仲业者分析，成功路公寓均价35.6万元，每平租金约900到1300元，越靠近捷运站租金越高。若以租金每平1000元，房价每平35万元估算，投报率有3.4%，算是不错。但中永和因人口密度高，机能丰富，近年陆续有换屋族卖公寓买大喽，但房价落差不少，还得背负房贷，可先出租老屋赚到更多头款再出售。该站点它发展比较早，生活机能到位，加上交通的便利度高，所以环状线通车之后也成为购物的热区。那未来等到环状线南北线全数连接之后呢，从秀朗桥站就可以直通台北市的东侧，那所以乘客就不需要再转换捷运线，那也有助于活络区域的房市，所以房价的前景仍可期待。